大家好，今天就想讲一讲这个两米乘两米的铝架帐篷。咁呢度咧有三款嘅，咁呢一只咧就系标准嘅加厚铝架，咁呢一只咧就系重型嘅四十方铝架。咁点解叫四十方铝架呢？嗰、那个柱咧系四十 mm 乘四十 mm 嘅，所以系四十方。另外咧，而家咧就讲呢一个咧就系六角柱吓。咁六角柱嘅铝架，而家咧咁就而家想讲一讲呢一个六角柱帐篷嘅展开方法。咁首先咧就打开咗呢个支架啦。OK。首先咧就固定一隻角啦，嗱跟住咧第二隻角，系OK， 咁而家拉好个顶之后系点样咧？咁呢个拉环咧，咁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拉开佢，咁佢就会跌出嚟噶啦。系，好嗱，咁咧佢会自动 lock 住第一格嘅下柱，咁第四条柱，嗱，咁个拉环咧又系咁啦，拉开佢。咁去到呢度呢，咁我哋要将佢推上去嘅。咁推上去呢，咁佢会自动 lock 住㗎啦。咁我哋呢係踩住下面嘅，踩住下面嘅脚板。OK。咁呢度都係啦，第二条柱都係啦。OK。第三条柱都系啦，嗱，咁 OK 啦。嗱，而家帐篷咧个吊边下边个高度系几多咧？呢度咧系大概一米七，咁呢度咧系大概一米九嘅。咁其实咧佢仲可以伸长，大概去到两米一。都是会闪水的，是防水的。咁咧呢只帆布帐篷咧系防水的，落雨啊是最适合用的啦。咁同埋咧系非常之防晒嘅。嗱，咁呢一只物料咧通常是怎样用呢？就是长期室外用的，可以。咁就有别于一些是临时的帐篷。咁嗰只布質咧就係唔同嘅，咁呢一隻咧就可以户外常用嘅。